秀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我呢，因为我是业余的地理师啊，所以我这一次的都是往生者哦。我学了这个长生诀之后，我用长生诀去帮那个往生者调整哦。因为那个往生者的主地如果说他往生了找我去啊，去看地理说啊，那个土葬的我一定会用长生诀帮他调整。都林老师教的那一套，我都跟他讲。因为在那个棺木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他那好转还是什么，但是有两个例子。你怎么帮他调整？我亲戚对哦，还有一个是我的岳母，他这个是从医院接回来，就开始调整，调整到他出殡的时候，真的是看到了变化。因为2003年那个国历8月的时候，我妹妹的公公啊，他是他那个他往生是84岁，他83岁的时候就是淋巴癌，这里淋巴癌。那个我们乡下的老人都接着说，他坚持不开刀，他说他会破相，所以他是就拖到他往生的时候。因为我妹妹就跟我是同一个离异啊，医院接回来，第二天我就去了，去让他看。我就告诉我妹妹，你有些长生诀东西，反正你可以帮忙调整。他说，我又不会调整，又不会讲。我妹妹那个小姑一听到我哥，大舅子，你帮他调整了，你帮他讲啊。我说好。我说我们现在往生者都是用那个冰柜，放在冰柜又有那个玻璃可以看的。那我就跟他调，跟他讲。讲讲呢，那我不知道是。我们人往生之后是不是因为没有吃东西，所以没有再补给营养的话，我没有跟他讲说，你跟他讲了之后哦，跟他调了之后，我每天马上看他那个肿瘤一天比一天小，到吃冰的时候，他说那个肿瘤本来是拳头大，他这里整个完全消失，不见了，那脸都很红润哦。他说我是说。是不是因为人往生了之后没有再吃营养，所以那个没有营养补给，所以肿瘤真的一直消失吗？对，我这个想法。那第二个例子是我岳母，我岳母是她去年11月要秦岭城往生的，她是86岁的时候也是溃腺肿瘤，然后拖了1年8个月，她因为在去年11月的时候，他因为其实我岳母哦，因为他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家族都有去帮他做调整，也不会说很痛苦，但是因为他那个88岁的时候，他晚上睡觉一定他怕说这些劳累这些，因为我舅舅他们都要上班，他不他都叫他你要起床你要叫。我们可以帮你，他说不用，他自己就歪倒，倒了那个刚好这个大腿骨啊，我们那髋骨那有一个圆球那地方刚好那里断掉，断掉送急诊，急诊医师没经验也看不出来，他说还没有怎么样，然后他开药给我们去吃，结果吃了2-3天，那个腿真的不能摸，刚好说我们那里我们村里有庙会嘛。我下午就请假回去，我太太说，在我妈妈担心给那个过水罐的油啊。我说，那个88岁的那个不是管不能，既然是没有阻断没有断，那会断的话就是找外科来打那个止痛针啊。就我就载他到那个南投市那个那阴人那个外科那里，那个医师看到88岁，他不敢说呢。你还是去私立医院，我说今天他离私立医院没多远嘛，我这轮椅就推着要私立医院去挂那个骨科，那个骨科医生刚好是以前我这个手段的那个拔鱼的那个医生嘛，他都看着他第二天就说你那个骨头断了啦，不是，不信说再照一张看看，结果再照真的断了，那断了就是说要开刀嘛，因为那个88岁的人哦，又。会腺癌哦，你
开刀，真的那个伤有很大，那个气哦，就开刀没几天，那因为心情是我到那调整站调，我就去了，因为我岳母啊，他女儿很多嘛，他儿子很多，所以整个病房都是那我们的亲戚，那我去看，那我岳母呢穿进去，哦，很穿啊。我看到了我太太在那里，我女儿在那里，你们怎么没有帮他做调整啊？我赶快，因为那个病床有一面是靠墙嘛，那我们三个人这三面隔空帮他调了十几分钟之后，我岳母就睡着了，他就不会喘。那时候我们那个亲戚看到了，大家都撤出，拿那个病床给我们继续做了半个小时，那我就是跟他讲。哦，你怎么在开刀出来到现在都没有睡觉，你们来才有睡觉，所以可是因为上年的他年纪上得太大了，又是打针什么都太多了，也隔没几天就变那个加护病房。那加护病房我的经验是我们晚上都去看，那我们就叫他们，你们都先去看，那我们两个协商解决的就排在最后，当他出来，我就帮他做吧。因为我有这个经验，说，我丈母娘哦，她今天她要拔管，她人家手在绑着，那进去就是无所谓，乱挥乱的不给。那我两个跟他做到，反正他就会睡着的时候，因为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经验，如果你去那个交病人看病的时候，你不必一定时间到就出来，你就做到给那护士给你赶，最多你最少可以争取多15分钟的那时间。我们每次做到小姐说，时间过了呢，我才出来。案件拖到那个12月1号，刚好是去年第一次的寒流来嘛，那晚上1点多。就病人通知了，那我们就接回来到我舅舅家，那个救护车啊，把那个管拔掉啊，就我们习惯就是刮破的客厅嘛，那个管拔起来刚好是2点22分，我就开始帮他调，我就跟那个林老师教的那一套跟他调。调哈，刚开始调的时候，整个那个客厅是温暖的，很温暖的那个暖气啊。调到2点40分，从外面卷起一阵那个冷风进来啊，很冷。我就跟我太太说：“妈走了。”啊，我就继续帮他调，调到那个葬仪社来，葬仪社人家来帮穿衣服嘛，所以我就转手给他。等那个葬仪师把衣服穿好，也要放冰柜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哦，我岳母，你看他在家务病房折腾，挨了烟折腾哦，本来是88岁的人了，那个骨头都是的，可是经过我调和，他把衣服穿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视野很慈祥的老人在睡觉。那我们就空干了冰柜嘛，因为我跟他调和。我丈母娘的那个丧事，哦，择日找地土葬都是我一手处理的。那到日宴哦，要出殡那天，因为我是那个葬仪师没来，我继续都继续帮他调。调到那个葬仪师要来日宴的时候，把那个冰柜撤出嘛，对我太太他们在场的人到出殡了，啊，你们是找人来化妆哦。要不然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我丈母娘的那个仪容哦，变成什么你知道吗？变成了观音佛像前面那个玉女金童玉女啊，跟那个玉女一模一样，就跟差不多10岁的小女孩那个脸，很红润哦，那个腮红哦，你就是特别去化妆也没有那么漂亮，这真的是整个那个脸都微笑的，跟那个。一模一样，我在说，哦，这个苍生姐这么好，所以我说，
我用长风鞋送我岳母们走完他人生最后一程嘛、啊，我觉得蛮值得的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协商重点真的是福报了，谢谢大家。